而且我把它转转一点，把它转转一点，我看一下，白色的。对。可不要转太烂，不然我会转不回来。跟刚才一样就好，好不好？这样一点点，一点点这样，啊，这样你看这样子啊，这样转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吧。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吉。今天呢，我来玩魔术方块，但是玩我不需要。点灯，有了。OK。小声点。OK， 点两个灯了，我把它取了。来。爸爸可以在旁边看吗？爸爸去倒垃圾。借过去，要带两个扫帚，一个。啊、哦，厉害厉害！只剩一个。两个啊，可以打。你是不是把黄色还是红色看？白色的转好。哦，白色转好。爸，这里我转不回来。你可以选择抠啊。哦。对。等一下。爸，我超级厉害的。转好了吗？剩几个？我只剩的都。我只剩一个黄色而已。各位有看到吗？魔术方块，你们又大一点。好了吗？这好了，各位，然后呢？架子了，还没，老爸还没。没关系啊，慢慢来，这本来就没那么快的。来看一下，那个，看这个能不能接，这个只能变绿色。那我就画绿色，是这样接下去，绿色就是绿色。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把它转乱了，先把它转回来，黄色。这怎么？哦，转下来，然后找的白的给它带，再转回来啊，哦、就带上来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自己带。对对对，爸爸教你的这招啊。嗯，再转回来，对不对？是三颗了。三颗，应该原本转到一颗。不过十字还是在一起的。对，十字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有。十字不 OK。嗯。十字 OK。好。那个就剪掉了，不用剪，剪掉了要剪掉，不用剪了要剪掉，你一定会的，你一定会的，剪掉，我们下次再挑战一定就可以成功的。可你看我都还没转好。好，嗯，来这边镜头，再打。你可以转好了。来，爸爸教你，刚才那个为什么转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